是只有趴着的空间而已。然后我们后来才慢慢把它扩大，变成可以蹲着的操作的空间。然后里面有很多大量的钢筋跟水泥块。里面有人吗？那边是厕所而已嘛。厕所后面还有个小房间。走到了，看那个走到那边那个门，看有没有办法过去这边。抢救生命的菩萨们，这种的步步惊心、危险尽头，看了又着急又是担心啊！天气很冷啊，慈济人呢也是都一直在陪伴着，供应所需要的。保暖的，或者是呢，饮食的，啊，真的是大爱共伴有晴天呐、啊！真正的行善共福，福天地哈、哦，就是如何能帮助到了普天下所需要关心、关怀、付出，或者是受苦难人。慈济人，有的人呐、啊，这地震过后呢，连自己的家都还没有整理，都不顾一切，都这样的投入。还有我们的同仁也是一样，还有呢，学生、大学生啊，或是中学生。他们呢、啊，也都在投入啊，人人尽心力。昨天呢、啊，台北菩萨也都很关心的归来了，这是第二批的附送的这毛毯、福慧床、围巾呐、啊。尤其是遇到这么强的寒流哈，急需要这个保暖的这个毛毯啊、围巾哦。今天早晨呢，也开放了很多的行李的托运啊，现在呢，车厢也给我们空出来，非常感恩。我们希望透过台铁局一个努力呢，能够提供我们慈济啊，尽快的将我们的相关的物资运送到我们的灾区。感人的场面呐、啊，都是人人呐、啊，都用爱，都愿意呢。这种大爱共伴的，都是愿意的呢，来共同行善，这就是爱。众生共业，恶业呢会造成灾难，不断累积；善的福缘，不断的累积，也就是造福。虔诚的心念，福的累积，才能呢真正的上达诸天龙护法庭啊！人人的心声，每一人的心的声音，那一份的虔诚，人人的付出的动力，这种的。爱的动力啊，真正的正向的付出，心灵呢，那纯正的那一份爱的能量汇合起来，要有人人来同时，这呢才是真正的能消灾啦。多少多少年来，一直一直都在提。唯有净化人心，唯有人人呢的大爱广披繁衣，爱要通盘的付出，不是小极限的小爱，一定呢要开阔的付出，人人能调整到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爱，能调到这样啊，天下人间社会自然就会很祥和，就会平安啊。
امس صار في زلزال في المدينه اللي فيها مركز الجمعيه، وصار في اضرار وخسائر بشريه وخسائر ماديه. اريد ان اشكر التيوان لانهم قدموا لنا كل خير، كما ورد في القران الكريم ان جزاء الاحسان الا الاحسان. 这一群叙利亚的难民孩子，第一个时间知道他们呢，就第一个时间呢激动。前天回来的信息，我们就已经很感动。昨天呢，也连续的不断的祈祷，而且呢。 不断的呼吁，竹筒大小的筒，是其次，那一念心呐，真的很感动，非常的感动。当然，还有马来西亚的幼儿园呐，也是一样，这都是很令人感动。 类似于这样，很干净的、很单纯的那一念心，这就是最好的祈福、祈福缘，也是最干净的爱的共伴。昨天高雄陈吉士他们呢，也是专程的来喽。 他就是呼吁员工人人呐，这样的很诚恳愿意付出。他也说啊，也但愿呐，这企业界那么多人人呢，假如都能用爱来付出，自己做，也带动员工做，能这样，应该呢就会更好。是啊。 台湾，假如人人都能这样的，相信台湾土地不大，爱的能量会很密集，这也就是最好的虔诚的祈祷的造福、祝福、祈福，都在这样的这救灾的工作。 还是在继续的，实际人没有停歇，还是不断的规划的，弟子对大家呢，人人在投入，北中南都这样的启动起来，南部呢也是第一时间呢，也相继都是中破筛了，他们也知道。 今是师父们很辛苦，他们就赶快，这自动就回来了。昨天呐、啊，也是呢，我们的感恩父的围炉，那考虑到吼、哦、是危险，因为整天都在摇晃啊，人多了拥挤在一起，怕就是。 弄翻了这样的瓦斯炉哈，就有一点危险，所以就昨天的就给他啊点起了蜡烛会哈，那代表了我们这一群这一年一度的哈，那也期待了能年年平安，能让人人呢都有一个很温暖的。 欢喜年过，这就是也期待了，用虔诚来祝福来祈福。昨天呢、啊，常住师父们又再去发放，还有呢，为一些呢，来惊吓到了，去安住他们的心，安心啊。 但愿呢，疫症啊，慢慢的减缓哦，慢慢的减轻呐、啊，那期待呢。
着快快的让这一份的阴霾的快过去，那有受伤的早日康复，那这都是一切的建设呢，也要赶快能平静过去，重建的重新开始。好，总是呢爱的能量可以呢容易啦祥和的过去啦，感恩啦，感恩大家用爱来汇聚，真正的还要做的事后面啦还是很长的时间，感恩祈福大家平安啦。